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艾丽。今天艾丽带来的玩具是当当四里地立体交换，那么我们一起玩吧。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朋友们，今天艾丽带来的这个四 d 立体交换吧，立体交换，对，这个呢就做完这个作品以后呢，可以贴在那个花瓶上，然后呢还可以贴在冰箱上，然后呢还可以贴在水杯子上，水杯上。那么现在艾丽快点要做一下吧。好，朋友们看一下，这里头有各种各样颜色的颜料在里面，哇，真的很漂亮啊。然后呢这个是应该是说明哦，图案呢，图案，朋友们你们看到吗？这里啊就有很多图案哦，哦，有水果呀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哦，有冰淇淋，有糖啊，有恐龙哎，哦，有小动物在里面。好好好，那朋友们一起看一下哦，刚才的这个透明纸哦，在这个里头要放进去这个图案，这样，哒哒，怎么样？放好了吧 ？OK， 那么现在。首先呢要用这个黑色的颜料，哒哒，朋友们，现在艾丽做好了黑色的这个心形气球啊，哦，应该有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个颜色的气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哦，够了够了 ，OK 了啊。那继续呢，阿狸要画哪个好呢？汉堡包怎么样？啊 ，OK， 对吧 ？OK， 那现在阿狸要画一下汉堡包了啊。好了好了 ，OK， 汉堡包也 OK 了。那继续呢？嗯，这个，艾丽的。嗯，那接下来呢？艾丽要画另外一个吧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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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。小等等等，艾莉先要选一下吧。糖吧，再要放进去这个图案了。不过我觉得，朋友们要换个想法吧。为什么一定要画那个黑色吗？对吧？橘黄色也可以啊，我觉得。OK， 现在艾莉呢全都画好了，让我看。嗯，好了，差不多了。不过呢，还需要等干，以后就要涂一下颜色了。一般呢，等一个小时就够了。那等一下吧。哦，现在都干好了。那么现在要开始画一下了。首先呢，艾莉要画这个浅紫色吧。
气球呢全都画好了。看一下阿丽刚才涂好的这个心形气球，太漂亮了吧，真棒。我觉得这里头的颜料颜色也特别明显，特别漂亮啊。那继续在下面的这个嘴唇要画一下了。一般朋友们要画的话，当然会选这个粉色的，对不对？不过艾莉呢不选这个了，艾莉要选黄色。继续呢，艾莉要涂一下汉堡包。汉堡包呢，好，接下来 boom， 呀呀，最后呀，朋友们现在还没有结束呢。你是尼姆吗？我觉得艾莉想象中的尼姆不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最后小马宝莉，艾莉觉得小马宝莉 不一定会是这个是小马宝莉的啊。朋友们，现在你全都涂好了，那么再要等一下吧。朋友们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干完没有？看，朋友们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哇，好像是都做完了，都干好了呀。那么快点摇切一下吧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那么艾莉呢镜子上面要贴一下哦。真的很棒，贴了贴了贴了，哇。那么继续，这次呢要熊猫汉堡包棒棒糖哟。哦，最后最后最后，艾莉最期待的这个气球，气球呢到底贴在哪里好啊？贴在哪里？当然要贴在这里啊。哟，好好好，挺棒的挺棒的，朋友们来来来来，朋友们今天跟我一起玩的玩具怎么样，有意思吧？那么艾莉下次还会带来更有意思的玩具跟大家见面，拜拜。已经订阅我。